就是对我们这种素人篮球员，甚至没有打假三假二的球员而言，有这样的舞台是非常难得的事情。对，平常是我在跟刘文豪争 MVP 的啦，今天就让给他好了。所以你觉得他拿 MVP 是实至名归？我手上还帮他拿学生证。我看到那个转播就觉得，为什么这个转播感觉这么高级，能够让各地的朋友都可以看到我们在球场上的表现，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鼓舞啊！就是主办单位能给我们一个这么棒的比赛环境，就会可以跟各校选手切磋，其实觉得算是到有点乱流，我们平常都有因为这件事情做好准备，所以就我觉得是赢得非常的开心，对。那你自己。